难呢、啊。欢迎来到难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出事儿赢了，能吗？算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7万个豆子也是免费的。哎，你这么一想，是不是还挺舒服的？我们也没买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所谓嘛。我们也没买，这都小问题，这都是免费获得的。全军出击！赢了，我们就继续玩；输了，我们也无所谓。心态放好一点。啤酒人中单，我没带魔抗，他50点护甲，我靠！还是个征服者啤酒人，真是可怜。刮他一下子。没蓝了，感觉 W 用的有点勤。是不是他先死了？为什么我先死了？我操！有个炮车打我哈，可恶的炮车！妈的，我们家炮车死了！他交闪没有？没关系，我们闪个闪现。这不是为了三级单杀吗？真是的。无处可藏。呀！我信我也杀不了他，不行，我让他杀了吧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走，去一波上路。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还行，一个闪现换个红，不错。个老啤酒人，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拱我！
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想干啥呀？到底你有完没完了啊？速战速决吧。没事，俺俩就一直在这晃。对。没事，俺俩就一直在这晃。这我看你能晃到啥尖儿的？哦，漂亮！小炮可以啊。回家了，他们活不长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一塔咱就不翻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啤酒人下去了。我们这一个 W 的后排兵清不了。太闹心了，走一波往下走，我从不妥协，不打了，我就吃中线。来杀啤酒人，哎，下路可以杀，这德莱文怎么回事？来吧，没有机会了。这玩意儿好像也能杀，非得闪现一下子，这用闪啥玩意儿了啊？1400，速战速决吧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哎呀，这都能砸着我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我们正好德克萨斯木印了。我没有蓝，算了。老让我出暗行之掌，我就不。这小炮也出的木印啊！天哪，木印小炮，厉害呀！啤酒人来了，真是可怜。你赵三哥，这是好像是要打小龙，我一瞅，我看一下他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翻墙，我再翻墙，招打本，哎呦我哈，一闪。没办法，你赵三哥的大招有点膈应，有点恶心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怎么了？这个老掉，我再粘一下。这种声音叫吗？不是这种，就粘这个的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哎呦我操，差了那么一内内。来个西地海吧。太大了感觉，小一点就够用，你这么大一晚点摘不下来，你要想把它拿下来了，拿不下来了就可以的。行吧，只有傻瓜。他就这么沉，他底下没有胶了，关键是你就整一点点就够，其实不用那么大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从不妥协。七秒有大，不要妨碍。赵信挺不怕呀。哎呦，不让我下来。哎，他咋这么不怕死呢？上一波我杀他，我好像一秒钟就把他杀了吧？这小子这么不害怕？还不怕死？好啊！既然赵三哥如此狂妄，那我便奉陪到底。小炮还可以啊，我找到他，我拽着他，漂亮，把红打了，我走了。来吧，武器大师，往哪走？这把刀是我的最爱，打不死的感觉。致命点烟，再见。哎，小炮，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回家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
打蓝去啊，哪有蓝啊，我从不妥协。马上到，他们全得死。先杀一个，再杀一个。行，不用灯啊，不用说啊。哎呀，这人这个多呀。青雨呢？先来个青雨。20极速，30穿透，45攻击力。我说实话，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厉害一点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马上到，无处可藏。赵俊是真不怕死，要砸下来了。他们家的赵俊头是真硬，享受钢铁的滋味，跟个驴一样，一头倔驴。为什么他在这里啊？他们活不长了。Hello, it's me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有点晒吧，刀锋啊，不管杀不杀人，必须得晒一点。不管你杀的是谁，哪怕杀个1-9的辅助，那也得晒一点，就得让他反应不过来。看见这个人，对不起 ，You are dead。破掉接扣，木印触发，给我上 G 轮！哎，投降了。